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快与羊的旅程、水海洋的宝藏、这个多宝海盗、冰晶领航者的升华式关卡。升华式关卡，基本上这个是属于一个要 combo 数高一点的关卡。平民三到五 combo 就是要提升大概到五 combo 的一个水准。所以为什么呢？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哈。这边不是我故意不快打，因为我稍微急一下洗地，所以并没有用很全力去打他。我可以看到我攻击出来故意略过，因为这只七十几级而已，然后技能没有练，技能没有练，只有等级三吧，技能等级三，所以这个要拖一点时间这样。因为技能基本上一个关卡应该只有开一次机会而已的，所以就无所谓啦，就是大概打一下这样就可以了。大概打的意思就是把我的技能回合稍微除一下就可以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。哎呀，把他 KO 掉了，好吧 ，KO 就算了，就 KO 我们还是要打哈。第二关这是会把星转水哈，所以我们要补血就趁这一回合哈。一波大力的打下去，玩一下。他现在开始会一直变人哦，所以你要速战速决把他处理掉。去时还不时，还不时，他还不时，我们就很危险哈，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哈，应该不用多加解释。因为这关死的越慢，你下一关的风险就越大。为什么下一关死的风险就越大？因为你血太少，血太少就怕来不及回血。技能跳起来了，时间配合还算 OK。大于等于五 combo 盾哦，这个，总之我们先把血量先救回来再说。可以看到那个悲剧的攻击力哦。哎呀！天降漂亮，我喜欢。大于等于五 combo， 请记得哦。虽然说现在是要大于等于五 combo， 不过很悲剧的一件事是我没有攻击住。现在很危险的话，我们先转这一只，这一只生命治疗，要帮你补1000多滴血。那尽量说大于等于五 combo 哈。我没有攻击住，我转下了。顺便补一下血，虽然看到是没有天降了，就是要搞死我的意思，对。新珠啊，多来几颗吧，一二
三、四、五啊，五。哦，因为这只等级没有很高哦，所以打起来会比较危险一点。哦，好了，危险很多点了。哦，这只有73级而已啊！我觉得基本上这样通关是比较危险一点，建议大家等级练高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哈。等等，快了快了快了，是快死还是快把 KO 啊？不一样。结论是，快把它 KO 了，非常好。有一点小小的危险哦，等级没有很高哦，又靠这个龙冠占星花帮我们补了一点血哦。好，以上是多巴海盗哦，冰晶领航者这个升华1234的关卡示范啊，123不晓得的话就摄取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